Cinderella， 今次啲爹哋啊！ 你已经出来外口无人啦，我已经甲人赶走啊！你真正破病断药，我就小可感冒啦，有淡薄发烧啊，唉，拢是我妈咪哦，大家小怪啊。咁是因为咱唔好，唉，迄无重要啦。 你赶紧出来，外口已经无人啊！莫阁秘伫内底啊，吼！想讲外口无人，你毋是人哦。对啊，啊，我刚才已经答应你，莫阁出现伫你面头前啊。啊，无你着委屈一下啦。 先等内底哦，听我讲几句话话好无？我无想要听啦，你紧离开啊！新德瑞拉，因为我的算你害着你，我真正就歹势。阿哥，我是真正去介意着你。 所以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，帮你把婚姻保护掉，嘛别给我任何人欺负你。所以，你莫去哭好不好？你讲啥话？你讲啥？你离开啊！以后不管你把我当作拆魂人，还是冤仇人。 我拢接受啊！啊，那我拄则讲的话，拢是永久有效。假使讲你啊，若是要跟人斗相共，也是你想要找人出气，我拢伫遮。最后。 我希望你，逐天拢过得快快乐乐啊！你也保重啊！我先来啊！ 先生，小诺哟，这门。 刚刚拍袂开呢，卡掉的啊！啊？变怎？应该是卡掉的啦。你先卖掉去啦，我出个来，甲拖开。哎，啊！不过你今麦在咧发烧呢，你哪有气力啦？我小早就提啊啦。 你刚安怎？你的感觉都跟我受伤。当然了嘛，无啊，我勇敢的。哎，圣姨了，你刚才发烧呢，紧来啦，我扶你等去病房，行。哎，白大雄看到那边路啊，你是病人呢，风看到就风看到啦，行啦。圣姨。 嘿嘿嘿嘿嘿，阿伯啦，
小等下你当着相机吼，还身体唔通吼，一个人又搁夹起来啦。有话好好讲，咱是要来处理代志的。我知啦，你莫一直实实念嘛，等到你安尼念吼，我就要生气。哦，我点点，我点点。林克，多谢。尤秀英，恁早间去讲好事关几多啊？哼，这位阿桑啊，我是有听唔对无？你家己后生，你管袂好势，啊！即嘛莫名其妙伫路里凊彩问人，你拢袂感觉歹势。好啦，我今日好心哦，我就给你一个建议啦。你应该去夜店找看卖，恁后生上爱去迄款的所在啊。尤秀英，安尼我今仔日咪当给你一个建议，上好是紧管好你迄个已经嫁翁做某的查某囝，莫安尼三更半夜袂堪哩寂寞，就走出来找查甫人。下西下贱！你搁胡白乱讲吼，迫害阮查某囝的名声哦！你小心我拆破你的嘴哦！本来就是啊，若不是恁查某囝走来找阮后生，阮后生昨暝嘛袂难互人家发烧断气。你家发烧嘞？什么人诱拐你的后生啊？是你的后生设计我的查某囝？哎，你把我害到这么惨啊！你搁好意思来呛声？湘琪嘞，恁今麦来要创啥？昨欺负湘琪欺负了无够，哦，今仔日搁找一个拍手来斗三工是无？我甲你讲无可能啦，拄好，我要甲湘琪的委屈哦加倍幸运。秀英啊，你莫误会啦，啊，亲家是来哦，你甲湘琪哦好好讲的啦。有啥物好讲的哈？伊昨先想起一个碎花嘞，暗时落雨，我硬该赶出来。哎，恁来忍心做这尔残忍的代志？李天宝，好歹相亲嘛是甲你结婚几落年的牵手呢。妈，是的啦，请你听我解释。我好，我俩听哦。就是安尼，恁查某囝才假可怜，昨暝才走来找阮囝。你莫跟我白乱讲，我拆破你的嘴哦！你真正是啊。是啊。卡冷静的啦，稍等呢。哎，奇怪啊，你两个哪会斗阵啊？你是咧计划啥物？想要甲阮天宝啊踢走，啊然后恁查某囝，甲恁后生，才来做伙是吗？伊无资格，后生人拢无可能啦。恁先卖吵啦。今仔既然大家拢伫咧遮吼，啊无安尼啦，找一个所在啊坐落来，将代志讲清楚啦。啊，无我带恁来我的办公室讲。亲密安尼行出来，根本就是两个在床。阿万啊，为卖讲遐尼歹听啦，又阁是你这号人家，阮家拢已经破病，你敢唔帮伊刷新？湘琴，是不是恁娘囝哦，甲你高高地威胁你，讲一定要甲你见面，你唔免惊，全部讲出来，妈妈乎你看。湘琴，我本来哦。我想要给你一次机会，让你把问题好好解决。结果你一错再错，你敢知道我现在心肝来多疼？你有想过我天爸无？湘琪 ，Jason， 所以现在是安怎？您敢不是有答应我，袂搁再见面啊？是安怎现在煞联合起来，安尼骗我？天天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迄是因为 Jason 伊破病断去，阿爸，天宝嘛是病人啊！
你都无管严希华是嘛？阮湘琪也无安尼讲啊，哎，奇怪呢，你都无伫听伊解释，你安尼是来解决问题哟？好啊啦，咱大家哦，减讲两句啊啦，咱就听看两个少年的哦，安怎讲啦？就是。别再怪他，这一切都是我不对，我真的就是你。Jason， Jason， 你别发烧啊！伊拄才要变数出伤济力啦，所以即马身体就虚的，可是家己送到病房去，紧来。一定有办法啦，伊送到病房，小姐，去送轮椅。我等姐姐和恁姐妹也带。Jason， 有要紧无？啊？我啦，阿达，怎么人走去啊？呢，咱要创啥啦？当然嘛，对来看麦啊。哎，不，这是病院呢，你袂用去病房乱啦。人上司已经讲啊，要给恁一个满意的答案。嗯，无定哈，伊要趁这个机会哦，甲迄个小王哦串通啦。嘿，拜托诶，谢，天爸，今日来去。代志那会愈不愈复杂啦。阿姐，无咱先听湘琪阿解释。